2001年，那莉台风肆虐台湾，在慈济人的赈灾行动中，上人正式敦促必须兼顾环保，并将理念透过创新实践，每项发明都蕴藏着对人与大地苍生的深刻关爱。本周正言法师《菩提心药：慈济的故事》第40集，让我们跟随上人发展慈悲科技，让救难也环保。